剑号具，剑左边长，右边短，口靠近一点。然后一般来讲，都是古代都是写四个点，这里可以写一个刀，降低它的位置，再一个点。哦，可以写重一点，但是脉络还是要清楚哈。剑号，距就要趁势写小。距一般来讲，它写的比较扁，写的比较扁。那古代的距下面还有多这一竖，靠近一点，写小又扁。距确切的话，左低右高，左边低右边越高。然后这边用三横啊，长度差不多，起笔动作不太一样。雀，猪，连续的字都写的比较重，这时候来一个调和一下，写轻一点。那猪的话，一般来讲，它重心的偏低。猪，称的话，好，一边写重，这边写重，一边写轻。也向左边伸长，也光可以写小一点，上大下小，光。